这叫 rusk， 里面加了海苔的，把面包稍稍油炸了一下，孩子们喜欢吃。这是洗好的菠菜，我们家这个烤箱用了很多年了，是夏普的 Helsio 人气蒸汽烤箱。每次呢，我做菠菜的时候，拿它来蒸，蒸熟。它这个里面呢，装了水之后呢，把它插进去。用它来蒸的话，就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蔬菜里面的水分不会流失，而且营养也不会流失，所以很棒。做个韩国式的拌菠菜。晚餐准备好了，先生还没回来，老二待会儿就回来了。鸡蛋拌纳豆，这是鸡蛋的调料，豆腐专门店买的，上面有豆腐皮儿，里面还有一些豆子、胡萝卜。猪蹄子炖萝卜，这里面是香菜，和火锅一起吃。这是给先生留着的。辣，够味儿。其实又是奶奶寄来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。食べた。食べたいんでしょ。この間言ったんじゃん。ちょっと辛いか。まだ全然美味しい。ちょっと思ったより辛い。这是我们家热水控制系统，温度有点太低了，把它调上去一点点。这是泡澡的温度，它升高两度，42度。今天终于下课了，耶！3天打鱼，2天晒网。
日坊主。日坊主。日坊主。热气腾腾。熱々。熱々。熱々。身子暖起来了。温まる。温まる。温まる。床暖があったかいような。暖かいでしょ。